他们都跳不到着，我就自个能跳到。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匠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远，只会野人。小黄鸭在哪里呢？小鸭嘛，小黄鸭啊，志哥哥来了，志哥来了啊！怎么样？你看后边那波傻小子啊，那个傻小子根本没有志哥厉害啊。志哥都到地儿了，他还搁天上飘啊，太年轻了，是不？哎呀，这傻小子傻不傻？走吧，往海边去。这傻小子还跟志哥后头呢。这傻小子呢？啊，跑那边去了。呀呀，这傻小子跑那老远啊！看我擒拿他去。这傻小子啊，试图和志哥抢小黄鸭，那能行吗？Hello，小伙子，傻小子。傻小子，傻小子，哎呀妈呀妈呀妈呀！岸上有人，赶紧撤！算那傻小子命大啊，直接上岛了哟！谁来过这个岛？地图上没有显示的岛啊！哎呦我去，稀里糊涂，咱们来到了神秘岛屿啊！这神秘岛能大元宝，大元宝，元宝岛啊！我去。快快看！估计你们玩了3、4年《和平精英》这个游戏，也没见过这元宝岛吧？啊，小伙子们，你们谁见过这元宝岛？哎呦我去！估计我是第一人呢啊！发现神秘元宝岛啊！我去，可以啊！人狠话不多，社会你是哥就是牛叉 class 啊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看看这岛多帅气啊，多 class，这真像大元宝似的啊！你看是不是？这岛上不去啊，没有能上去的位置，咱走吧。正好没有，我看着，自个这计算的相当精准了啊，这小计算啊，嘎嘎的呀！找人。呀呀！我操！想引智哥呀？呀呵！想引智哥，那能行吗？对不？志哥立马伏地，这小嘎嘎想引志哥啊，不可原谅啊！搁那呢，搁那呢，俩。哎呀，小嘎嘎，年轻不？哎呀，年不年轻呢？哎呀呀呀呀呀，杀！哎呀妈呀，杀呀！